离开他，弱者没有资格拥有他。识相的话，就乖乖交出火灵，否则一会儿你们就只能爬着进灵院了。该死的，这到底是什么鬼东西？既然这样，那留你还有何用？若是当年不与那人嫣然定什么三年之约，恐怕也不会留在家族。亲人失散，秀儿，你要走？一旦被他们锁定了位置，我们俩都会性命堪忧。所有的隐忍，只为了这一天。我已经等待了太久。今天若是你能够安然无恙地走下擂台，萧炎从此不再踏进迦南学院半步。他迟早会发现的。既然如此，就给他一个惊喜吧。今天，我都会让你们两人彻底的闭上嘴。就算他还活着，你们之间也绝不可能。加玛帝国云岚宗，我萧炎回来了。